巨人之后最关理由上来就看气啊，因为他上去点就死了。那还是不要玩理由。因为梅普还是太危险。我是寒月带双 AOE 妖术师阿良，中间放蜘蛛把中心敌人引过来。剑石领命，夜泄寒霜。顶凤神指，布局。顶凤神指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来喽！追击！阵容我是冰槽风母女小雪阿良，曹气领命，打本级，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，神魔共此破，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。断腿，他应该也是唯快不破，还靠不上来。呜呜呜，差点！雕虫小技，中间靠寒月 AOE 就够了。神魔共此破，夜泄寒霜，差一点我就爆了。终于轮到我了。事不宜迟，打不死。事不宜迟，这么惨的吗？天游万象，少年学剑术，曹气领命。我想一忙。算了，曹气领命，这原地跟他卡好了。好，死了一刀。哇，好险！一只蛆，一只蛇，曹气。按那只就叫小弟而已。竟然打在钢盘鬼身上啊！终于轮到我了，运气真的不好。今天打65三屠穿打了一个半小时，好累，好多关都有近战减伤。最扯的是某关血满物离免疫旁边还配没错叠弹法伤。布局。曹气领命，刀剑无眼，追击！哟，
血明龙可以。哦，事不宜迟，心有万象。好奇问个62、65三图穿奖励差很多，目前64等。哇，没死。雕虫小技。那你就回满。张一兰，神魔共此破。就差他多少？多12个。张一兰，带我来。张一兰，带我来。多12个太原石吧。少年学剑术，哦，过，有求必报。